玩打住先可以上堂啦，唔會阻上堂啦，唔會阻上堂。咗啦，啱啱已經都行落嚟。都係比較困難㗎。阿正先嚟講，你初次
實做翻譯咧，你要考試嘅，即係大六四十一啦。你只可以翻譯你自己嘅分級，你唔可以，譬如你係識法文，你唔可以由法文譯英文，只可以法文譯翻中文，中文譯法文。啊！依個係一個嚴重嘅，即係你整起就得㗎。係啊，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挨住就得手。即係如果 EU 上咧，好影啊！後面啲人